OK， 现在我们打开黑某的网站，这是黑某的主页。黑某这个 app 呢，它主要是在售卖化妆品、护肤产品，还有梳洗产品。它的功能呢，类似我们所认识的 Watson Guardian。一般上呢 ，Watson Guardian 它每一个分行呢售卖的产品都有所不一样。有时候我们要买特定的产品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到好几间 Watson 去找到我们想要的产品。这个黑某呢，它可能就是另一个平台，让我们找到我们想要的产品。这些产品呢，有些是国外的，也有国内的。有些产品呢，甚至在 Watson 没有卖的产品呢，我们都可以在这边找到。有些知名产品呢，也会在这边设定他们的旗舰店。这个 app 呢，它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没有强制你一定在进它的 app 或者 website 的时候需要注册，你可以只是下载 app 来滑滑而已，然后看看有哪些你需要的，然后你才决定要不要去注册一个。我们一般上知道我们女孩子的产品呢，化妆品啊，都是单价较贵，所以一般上我们都会找价钱比较实惠的，然后优惠比较多的来选购。这个黑某呢，它平时的产品价钱呢跟 Watson Guardian 价钱是差不多，只是有时候它有大促销的时候呢，的价钱呢会相较有竞争力。我们可以来看看，给如果你想注册的话呢，就去迷，然后你这边会看到 login 就是如果你已经是有户口的，你直接 login。 sign up 呢是你自己要去注册一个，这边有你要需要去知道的资料，电话号码，还有你自己本身的看法。 Help Center 就是他帮你的一个平台。 My address 是要填写你自己的地址。给这边你看就写Please sign up or log in with Facebook. 你也可以用 Facebook 去登录。Chance for Sport 是我们倒回主页，我们看看主页里面有些什么。Cosme， 这是介绍他们的 app， 他们的一些某个产品。Beauty Memo，
这边呢，你们可以看到一些使用者他们对某个产品的心得，都可以在这边看到。Okay, 接下来呢，我们会看 hemoglobin。这是一些比较知名的外国产品。这个产品呢 ,SIN3, 这个产品跟 Innisfree 的产品差不多类似，只是它有一点不同。只是这个产品相比 Innisfree 它比较少见。 OK, 我们也可以买到这个，经常可以看到 Nature Republic。 Massbox这边你可以看到很多样的 mask, 很多。各式各样品牌的 mask 都有在这里出售。另外一个呢是 Attendant, 这个呢还是倒回你要你去登录，你登录可以也是可以使用 Facebook, 这个是最简单的。Friendship Store, 这是它的旗舰店，它旗舰店蛮多的。我们打开来看看。这个 KOSE, 这个是经常会看到的。有些呢，甚至你从来没有看到的产品呢，都会在这边出现。也有不少是外国的产品，像韩国啊，如果要在本地的网上找到比较特别的韩国产品呢，其实也不容易。接下来 best selling 是它最热销的产品，这呢它有第一个 top one, 这 mask 15令吉10片，你可以自己选。然后第二是吉冰波的，这个第三是 toner,
我们看更多。啊，这边有出现 Innisfree 的 Auto Ice Ball Pencil， 给这个是它最热销的产品。它这个黑猫这个星期它卖的产品，它有促销62%，然后还有这个35%，这 mango 的，其实很多蛮特别的产品，我都是没有看过的。这个是知名产品，它现在一直在热销的。如果你不知道你真的要买什么东西的话呢，这些有好几个产品给你选，香水啦，这些都可以选的，这些新货它这边也有。这个很可爱，有熊猫的。啊， Winnie the Pooh 的。OK， 我们来看看它产品，这是它的最新产品。Partnership， 只是你能用哪一个产品付钱的方法，美边也是可以，红龙边也是可以，其实蛮不错的嘛。OK， 接下来我们随便打开一个产品来看。啊，这个它的这个是 Anypimple 的，然后它边这边有四颗星，有4106个评论，我们来看看它的评论。蛮多评论的，OK， 这边也有 product， 这是它的简介吧。他教你怎么使用，然后他的方法，这边他都给我说。这是 Korea 韩国，然后他用了什么产品，它是属于什么产品，它有什么功能，这边都可以出现。这个是我们在网上没有办法找到的产品。哈，
去 from 罗格7到9天 working day， 东马6.8，西马12块，他180元确保他产品是正版，其实也不便宜啊，他的运费。OK， 我们看这边。这是它的促销产品哎，有些产品是我曾不曾看过，或者是我曾看过产品，我都会在里面出现哎。这边还有他选出来的一些，原来他们得到的时候是一箱一箱的。我打开产品来看一下。收到的时候是一箱一箱的。这个我根本就不曾看过，不懂是什么来的。士兵吗？是哇哦，这好像多哎。这就是买整盒的。OK， 接下来是这个。不能登录。哦，这个可以 scan。也是不能登录。所以一定要登录之后才能够啦。OK， 完了。据我所知呢，这个网站其实它已经出现是很久了，可是最近呢，它有把它之前 free shipping 的额度调至50块就可以享有免运，可能类似就是像他们这样来的时候都是一盒一盒一盒的。所以是不是这样子我就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可以尝试。如果影片出去之后不错，那么我就会做一则我登录这个网站，然后去买网站的产品的一个视频。